咱们天天和课桌作伴，可是到现在你们都不知道课桌的长度，是不是？是。现在就请你们用你们喜欢的物品测量出课桌桌面这条边的长，可以吗？可以。拿出你自己喜欢的物品量一量吧，开始。同学用端正的姿势告诉老师。好的，谁来说一说？来，何诗言。我是用田字格本量的，桌子的长大约是三个田字格本，可是还不到。方法真好，请坐。他用田字格量，田字格本量的。还有吗？刘子欣。我是用展量的，我一展有你量量看，一盏，两盏，三盏，四盏。所以你量出来课桌的长大约是四个一盏，但是四盏那么长。好的，请坐。还有吗？来，李少博。真清楚，请坐。哎，李老师就奇怪了，为什么同样的桌子，测量的结果却各不相同呢？张曼妮，因为他们同样的桌子的大小不一样。大小不一样吗？请坐。李瑞，因为我们的桌子用量的物品不一样。因为测量的物品不一样，是不是？是。那要统一测量工具，咱们就要有统一的尺度，对不对？对。那大家知道这个统一的测量工具是什么吗？知道。好，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个统一的测量工具——尺子。说到尺子呀，大家并不陌生，生活中我们可以见到很多种尺子，有直尺、三角尺、卷尺、皮尺等等，它们在生活中的作用各不相同。今天李老师就带大家一起来认识我们最熟悉的直尺，请同学们拿出我们准备好的直尺。好，仔细观察，你都在上面发现了什么？把你的发现和你的同桌说一说。线什么了？好多线，对吧？嗯，你们发现什么了？零到二十的数字。对，发现数字了。发现什么了？线。好多线，对吧？好。发现什么了？发现什么？找到了吗？找到了。纸坐这，谁来说说看？来，吴金荣。我发现了每一个大分里面有十个小格，有好多小竖线，是吧？看到了吗？看到了。我们把这些长短不一的竖线叫做刻度线。还有吗？孙景瑞，上面有20个大格，有好多个格子，还是好多竖线，是吧？嗯，请坐。还有吗？李少博，它上面还有好多数字，还有好多数字，能依次读出来吗？是1234567890，等等等等，是吧？那
最小的是几？最小的是零。零，我们把它称之为刻度零。那能接着依次往下读吗？接着，刻度零，接着。刻度零，刻度一，刻度二，刻度三，刻度四。好，等等等等，是吧？会读吗？会。那李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李少博，刻度零在这里表示什么？刻度零在这里表示它是一个，它跟刻度一之间是一个近距离。哦，你觉得是这样子的，请坐。有没有不一样的看法？你觉得零在这里表示什么？没关系，可以大胆一点。来，梁北希，你说。表示起点，同意吗？同意。真了不起，刻度零在这里表示起点。除了刻度线，还有好多数字以外。还有吗？树增文，还有轮尺里面还有个 CM。 哦，你们发现了吗？发现了。尺子上面还有一个小小的英文字母 CM。 有谁知道这个 CM 表示什么？树增文请坐。张汉宇， CM 表示厘米，懂得真多，请坐。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厘米。厘米啊，是一种长度单位。现在，再次请同学们拿出你的直尺。你能在上面找出一厘米的长度吗？把你找到的和同桌说一说。找到在哪里？谁找到了？陆静怡。我找到了，可以从2厘米、2厘米到3厘米也是一厘米。哦，不，我们不这么说，请坐。谁能帮他纠正一下？来，陶一凡。应该这样纠正：我从刻度二到刻度三是一厘米。听明白了吗？请坐，说得非常好。如果能像陶一凡、像李老师这么说就更好了。认真听哦，从刻度二到刻度三的长度是一厘米。还有不一样的吗？来，李瑞。从刻度五到刻度六是一厘米的长度是一厘米。没关系，已经很棒了。请坐，我还想请陆静怡再说一遍。的长度也是一厘米。掌声在哪里？还有不一样的吗？来，邢雨生。从刻度九到刻度十的长度是一厘米。请坐，还有吗？来，孙景瑞。从刻度五到刻度六是一厘米。从刻度五到刻度六的长度是一厘米，请坐。你瞧，黑板上老师也标出了很多个一厘米。从刻度零到刻度一的长度是一厘米。从刻度一到刻度二的长度也是一厘米。从刻度二到刻度三的长度也是一厘米。等等等等，好多个一厘米。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来，向心姐。一厘米都是有中间都有许多小树干。嗯，
你的意思是说一厘米就是一个大格子是不是？你们看到没有？还有吗？刚刚我们列举出这么多的一厘米，你有什么想说的？何诗言，每一个刻度数字之间的距离就是一厘米。再说一遍，每一个刻度它的两个刻度中间的距离就是一厘米。你们听懂了吗？听懂了。谁能把它的意思再说一说，说得更简单更清楚一些？来，李少博。每两个刻度之间的长度就是一厘米。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感谢你们有这么精彩的总结，你们真了不起。你们的意思就是说，在直尺上相邻两个数字之间的长度它就是一厘米。一厘米这么多，那现在咱们现学现卖，能跟着李老师一起静静地感受一厘米的长度，好不好？好。好，现在请同学们左手拿出你的直尺，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在尺子上比划出一厘米的长度。来，然后轻轻地把尺子放下，轻轻地放。你的大拇指和食指不要动，然后用你的左手从袋子里面取出老师为你们准备好的一厘米的小棒，和你刚刚比划的放在一起比一比，看看一厘米到底有多长，静静的感受感受。对，可以把它放到里面比划比划。原来一厘米这么长，感受好了吗？现在我们把小棒放下，放回袋中。谁来说一说，通过刚刚的感受，你对一厘米有什么样的感受？来，李瑞。我的感受是一厘米很短。一厘米很短，你们觉得呢？是。一厘米这么短，那在生活中我们有见过长度大约是一厘米的物体吗？有。这么快啊，谁来说一说？来，刘子欣。食指的指甲盖。食指的指甲盖的什么是长吗？是宽。再说一遍。食指的指甲宽是一厘米。怎么样？观察太仔细了，请坐。真是善于发现的孩子。还有吗？来，袁真韵。图钉的长也是一厘米。图钉的长大约。请坐，还有吗？大胆的想象，来，非凡。田字格的一小格是一厘米。田字格的一小格的长大约是一厘米。好，请坐，还有吗？来，张曼妮。花朵花瓣的宽大约是一厘米。那一定要是一朵小小一点的花，不能是很大的花。对吧？请坐，还有吗？来，邢雨生。一个小小树叶的宽大约是一厘米。小小树叶的宽大约是一厘米。同学们真了不起，李老师也找了一些，看看李老师找的和你们有没有想到一块儿。你看，指甲盖的宽大约是一厘米，田字格一条边的长大约是一厘米。真巧，我们想到一块儿了，果然是我是你们的老师。现在看看你们的田字格本，找到一个田字格，然后看看它的边长是不是一厘米，看一下就可以了。大约，大约是不是？好，接着来看大屏幕，透明胶带的厚度大约是一厘米，图钉的长大约是一厘米，别小瞧这一厘米哦。生活中有很多的物体长度大约都是一厘米。好，那现在啊，还想请同学们再次拉起尺尺，你还能在尺子上找出几厘米呢？把你找到的和你的同桌再说一说。找几厘米？找到几厘米？多
二十厘米？说出来。啊，对，对，和吴金龙说一说啊。你们长多少斤？多少厘米？你长了几厘米？都长这么长？哦，都找好了是吧？是。速度快，咱们还要找得准。来，谁来先试？刘子欣。从刻度零到刻度三的长度是3厘米。大家觉得他说的怎么样？好。来，掌声。请坐。从刻度零到刻度三的长度是3厘米。老师还想补充问一下刘子欣，请你再说一下，从刻度零到刻度三的长度是3厘米，是不是？那你是怎么想出来的？为什么它是三厘米？嗯，因为一大盒是1厘米，那我数了有三大盒，那就是3厘米。听懂了吗？听懂了。不仅找得准，而且说的也很仔细、很清楚，是不是？是。非常好。一大格是1厘米，几个大格呀？三个大，就是三个1厘米，就是3厘米，真棒！还有不一样的吗？杜叶凡，从刻度零到刻度二的长度是2厘米，也请你解释一下。因为一大格就是1厘米。2厘米。怎么样？也很棒，请坐。还有吗？连振韵。从刻度零到刻度二十是20厘米。再说一遍。从刻度零到刻度二十是20厘米。怎么样？那你是怎么数出来的？因为一大格是1厘米，我数的是20个大格，所以是20厘米。真棒，请坐。还有吗？有不一样的吗？吴妹妹，从刻度零到刻度五的长度是5厘米。解释一下。因为每个大格是1厘米，所以5个大格就是5厘米。非常好，请坐。我觉得啊，你们现在足够有本领，可以测量一个物体的长度了。来，现在拿出我们准备好的小棒，长的那根小棒，从袋子中轻轻地取出来，同桌合作，测量出这根小棒是几厘米。开始。时候和同桌可以小声地说一说你是怎么量的。就是先从它小棒的顶，然后顶点开，从刻度零开始，然后到刻度八。对，跟李天宇说一说啊。量好的同学可以用端正的姿势告诉老师，没量好不用着急，接着量，习惯真好。量好了之后把东西摆放整齐，坐端正。谁来说一说？请你，张曼妮。我是用小棒，一个头端对准。对准哪里？刻度尺子上的刻度零。然后呢？然后看它后面到哪个数字就好。看另一个端点。它到哪里呢？到八。所以是八，这个小棒是8厘米。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有点紧张，声音有点小，请坐。我再请个同学连贯的说一说。来，吴金荣。用小棒放在刻度零的那条小棒的一端。
再看另一端指向就是所以这根小棒的长是8厘米。请坐，非常好。你们是这么量的吗？是。所以这根小棒的长是8厘米。这个难不倒大家，咱们来挑战一个更难的，好吗？好。请同学们从袋子中取出正方形纸，用直尺量出这张正方形纸一条边的长是几厘米。开始吧。量好了是吗？是。好，来，身体坐正。谁来说一说？李天宇。我用尺子量这个小正方形是5厘米。量这个小正方形的什么是五厘米？长。一边长是5厘米，同意吗？同意。特别想听一听你是怎么量的。我是用直尺对准，用直尺上的刻度仪对准它的长方形的起点。对准什么？对准长方正方正方形。正方形的起点，然后呢，看它到哪个数字就是几厘米。所以它的另一端到5厘米，到刻度5，所以是5厘米。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请坐。还想请同学说一说，不要紧张，把话说通顺了。来，何师爷。是大约吗？就是五厘米。怎么量的？我是先用直尺。我是先用小正方形的边的一头对准直尺上的刻度仪。非常好，先。对准刻度，所以说的怎么样？真了不起，表达真清楚。注意，我们在量的时候一定要让正方形纸和尺子要紧紧的靠在一起。能不能把尺子摆歪了？好，现在跟着李老师一起再看一看。首先，正方形纸的一端要对准尺子的刻度仪，对零。接着，尺子要和正方形纸紧紧的靠在一起，靠线。最后，另一端指向刻度几，就是几厘米，读数。会了吗？会了。有三位小朋友啊，也学会了测量物体的长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什么想说的吗？来，孙景瑞。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的边没有对准刻度零。第一个小朋友，它的那个端点没有对准，找的是不是很仔细？第三位小朋友呢？因为他没有，他量歪了。他什么量歪了？尺子摆歪了，没有紧紧的靠着那条线。只有第二位小朋友，我们要向第二位小朋友学习。好的，请坐。非常棒啊，不仅自己会量了，还能找出别的小朋友的问题。好，现在我们可以画一画了，请同学们拿出田字格本，在这张田字格纸上画出一条长4厘米的线段。
们画的都很仔细，线段画得很漂亮。画好了吗？画好了。端正的姿势告诉老师。哪位小朋友愿意当当小老师，教教别人怎么画？来，杜叶凡。先从水平上，科目零看到科目四，然后再从四格纸上画出来。怎么画？先画什么？刻度零对准。田字格纸的一边。对准田字格纸的一边，画一个什么？画一个端点。对，画一个端点，然后呢？然后再画出四厘米。怎么画四厘米？画到哪里？画到四的上面。画到刻度四的上面。好，老师跟着你画啊。再画一个端点，这就是四厘米。画完了吗？画完了，没有。请坐。对，还没有画完，还要标上一个4厘米，这样让别人一看就知道我画的是几厘米了，是不是？4厘米。再请个同学说一说。来，吴金荣。你看着，你看着黑板画。先，把纸都放在纸上，在纸头上的零刻度线上面画一个小竖杠。刻度零上面画个小竖杠，端点。嗯。然后再画一个直线，这样一直画到刻度四的上面，然后再标一个。小老师当得真不错，声音小了一点啊。好了，就这一种画法吗？那哪位小老师再来说一说，还有其他的画法吗？来，刘子欣。刻度一画到刻度五，也是4厘米。同意吗？同意。请坐。还有吗？来，连振韵。同意吗？同意。反应真快。还有吗？来，邢雨生。从刻度三到刻度六也，刻度四到刻度七也是4厘米。同意吗？同意。好，请坐。其实啊，我们的身上也有尺呢，不信请小朋友们拿出你的左手，然后测量出你的手掌宽大约是几厘米，用你的直尺。量好的同学可以把尺子放下。来说说你的结果。梁美希，你手掌宽大约是8厘米，请坐。你的呢？我的手掌宽大约是7厘米。你的手比他稍微小一点，请坐。刘子欣，我的手掌宽大约是7厘米。请坐。我们很多同学的手掌宽大约都是7厘米到8厘米之间，对吧？对。那你能根据我们刚刚测量的手掌宽，简单的估计一下我们书这条边的长吗？想想办法。好的，来，坐端正，手怎么举？谁来说？来，郑汉宇。是多少？
怎么算出来的呀？哦，你是用你的手掌宽去比划的是吗？几个手掌的吗？大约三个，所以算出来，你的手掌一个手掌宽大约是8厘米，8+8+8，大约是24厘米，是不是很方便？对。好，请坐。还想认识我们身上的尺吗？想。来，像老师这样做手势，这是多少？一拃。你想用你的一拃去测量什么呢？桌子。好，我们下课去测量，好不好？好。但是呀，要测量这个桌子，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一拃长是大约几厘米，对不对？对。时间关系，我们下课自己先测量出我们的一拃长，然后你用你的一拃去测量你想测量的物体的长度，好吗？好。好。最后我们来做个小游戏，好不好？好。放松一下啊，声音明显响亮了。猜猜我是几厘米？我是线段，我是几厘米？左边的这个线段，反应真快。来，史长青，是3厘米，同意吗？同意。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可以，4减去1等于3。哦，你都会自己想办法了，可以直接用4减1等于3，可不可以？可以。似乎很简单，对不对？对。请坐。还可以有其他办法吗？有。有没有不一样的？来，李瑞，你说一说。可以把一看成零。嗯。把一看成零。嗯。零，然后再把2看成一。嗯。把3看成2。你把它都往前挪一点，是吧？所以最后也是3厘米，也可以，大胆的发挥自己想象力啊！来，李少博，我们还可以用来数格子。数格子怎么数？1跟2之间是一个大格子，就是2跟3之间也是一个格子，就2厘米；3跟4之间也是一个格子，然后就是3厘米。3个1厘米就是3厘米。非常好，请坐。来，右边的这条线段，几厘米？舒增文，4厘米。嗯，说一说你是怎么想的？哦，我是9减5等于4。似乎这个方法很受欢迎哦，请坐。有没有不一样的方法？陶一帆，你还可以用加法算。加法怎么算呀？你可以想想5+几等于9。哦，你是4等于9，所以这条线段就4厘米。哦，也可以，你们的想法真的太奇特了啊，很棒！来，孙景瑞，你说说。还可以数格子，从5到9，4个格子。四个格子就是4个几厘米。4个1厘米就是。4厘米。嗯，再完整的说一遍好吗？从五到九有4个格子。嗯。4个格子1厘米。对。4个1厘米就是4厘米。非常好，真了不起，请坐。来，我是铅笔，我的长是几厘米？这个尺子断掉了，它是几厘米呢？想一想，这边，我想找这边同学，来，胡雨佳。这支铅笔是6厘米，你是怎么想的？我是这样想的，数格子，这里面有6个格子。怎么数的呀？数给老师听听。从2到3有1厘米，3到4有1厘米，4到5是1厘米，5到8是1厘米。五到几？5到6是1厘米，7到8是1厘米。几个1厘米啊？6个，数了6个，所以是6厘米。数了6个1厘米，所以是6厘米。好的，请坐。数累死了，有没有其他方法？
郑汉宇。直接用八减二等于六厘米，所以最后我们测量出这支铅笔的长是六厘米。同学们真棒，还有方法是吧？啊，你说。二加几等于六？二加六等于八，所以是六厘米。哦，你把刚刚陶一凡那种方法用上了是吧？好的，非常好。好了，这么多种方法都能猜出我们的铅笔是六厘米，都很棒啊。在上课的最后啊，老师一直还惦记这个问题呢，就是课前的时候老师让你们用你们自己喜欢的物品测量出课桌这条边的长是吧？对。但是当时我们没有学过测量，对不对？没有准确的测量出这个课桌桌面的长是几厘米。现在我们已经学会测量了，可以用直尺把它量出来吗？可以。那时间关系，我们现在课堂上不量，待会儿下课的时候同桌之间合作完成，好不好？好。量好以后把答案告诉李老师好吗？好。厘米啊，其实无处不在，它可以藏在我们的书里，也可以躲在我们的手里，甚至会钻进我们的教室里，它无处不在。只要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的大眼睛和一个善于思考的大脑，你就可以和它成为好朋友。那聪明的小朋友，你可以用你聪明的大脑想一想，通过这节课你都有哪些收获吗？来，李瑞说说。我获得的收获是我知道了怎么量东西。你知道怎么量一个物体的长度了是吧？好棒哦，请坐。还有吗？来，邢雨生。认识了一米，还叫我们学会了量。说慢一点，再说一遍。让我们学会了一厘米。知道了一厘米的长度。嗯。还学会了量东西。我还学会量东西了，请坐。还有吗？刘子欣，你说。教我这节课收获了，我学会了测量，还知道了厘米的英文。厘米的英文缩写，好厉害！还有吗？还有吗？来，邵博。怎么测量东西，然后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多少厘米？很多方法。通过测量，我们知道了这个物体的长度，而且还掌握了很多方法。好的，请坐，孙女瑞。知道了一厘米有多长，大约多长，能比划一下吗？好的，请坐。好，陶一凡。我说过了，画线段一定要加上两个端点和上面写上几厘米。这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哦，在以后画线段的时候一定不能忘了两个端点，而且要写上具体的几厘米，这点非常重要。很好，好，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